好，大家好，何大师。那这一关我们要完成的成就有这三个哈，那基本上不会太难，不会太难。好，我的打法是先走到这一个，然后用第一招，请奉神旨。好，再来，走到这里，放这一个灭剑血龙，湮灭吧，剑石领命。好，然后再走到这里，放第一招连击的哈。好，我们再普通攻击打他一次。剑石领命。好，然后呢？这里因为我们的面剑血龙还在 CD 哈，所以我们在原地等待。好，我们刚才在第三回合在原地等待之后呢，我们站在这里，好，飞刺，用第一招飞刺先飞过去。请奉神旨。好，再来面剑血龙。湮灭吧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这样就一次完成三个成就了。好。希望这期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跟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